向前到前面了，看一下你的桌子在哪里，再进去才好走。桌子在这里，不是桌子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总会长已经选出来了，我们请我们监票的张天斌学长来宾。各位学长，各位大嫂们。好，接着这一场赶回新北市的新店了。这边有一个陆军官校校友会，那还有韩国瑜总统后援会。理事总共11员，我们一致的选出了总会长是罗继勤学长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恭喜罗继勤学长，祝福班里的罗继勤学长。得票数是7票，另外一位就是江国庆学长得票数4票，所以我们。我们待会马不停蹄的还会到三军军官俱乐部，接着我们就要赶高铁下高雄跟韩国瑜市长接触。杨威平局长，好，我们请总会长主持。那下午高雄跟韩市长高铁的行程结束之后，我们接着在晚上赶到屏东，有一个这个屏东。品韩的后援会要参加，罗继勤中将，啊，那详细资历我们不介绍了。鉴赏是39局，杨文平中将，我们也不请他讲话了，啊，请他8号就时候再给各位说话，因为我们的虎哥已经到达现场，啊，我们大家给这两位当选者鼓掌。恭喜罗继勤先生。好，我们现在请，我们也恭喜杨威平先生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总干事，我们虎哥周继伟上台，跟我们讲几句话。我们热烈掌声。谢谢，现在恭喜我们的罗总会长。各位长官，因为韩国瑜在其他地方跑行程，他特别拜托我要跟各位将军、各位老大哥、各位长官来请安问好，同时也向各位报告，我们这场仗就是要为中华民国继续强大、继续存在努力的一场选战。谢谢大家，一起努力，加油！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段时间忍受了民进党胡作非为，忍受了民进党把我们的经济搞到这么衰败，民主搞得这么混乱，法治搞到这么不公平，所有错误的事情，包括我们军工教体消退休所有的制度，应该还给大家的公道。韩国瑜在当选总统之后，一定会帮大家讨回公道，维护我们的公平正义。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大家，民进党最近开始绝对会越来越抹黑，越来越抹红，越来越撒钱，但是我要请各位长官、各位学长，大家一致的有信心支持韩国瑜，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大家一努力，让我们1月11号胜选成功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周志伟县长啊，也是我们虎哥总统参选人啊，来向大家致意，也向大家拜托啊，因为他的时间非常宝贵，他说待会儿要赶到高雄，所以说今天啊，他特别来向我们官校的各位长官向大家请托，向大家拜托。好，因为韩国瑜也是我们官校的议员，所以我相信他的战力啊，只要大家给他支持，他一定会来恢复我们的年轻，恢复我们的时髦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哈，也要拜托大家，接下来我们呐、啊。有很多长官呐、啊，还有贵宾会莅临，那是不是待会儿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来介绍我们与会的贵宾跟长官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
用空的，我们。啊，我们第一桌上将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第二位是我们的龙少军，龙家军，我们的大学长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。对啊。也是全国安全。还有我们罗金元、罗上将、罗中将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。还有我们的。好，因为我们还要再赶下一个行程哦，风尘仆仆。那虎弟直播就先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